亲抱拥，这是台湾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，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，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。啊，各位维新圣教，大凡事，所有贤士同修，啊，大凡事自处，圆照法师，你中共道场自处圆然法师，啊，及各位讲师。各位贤士同修，各位注重神子人脸同修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很高兴啊，我们提供出损啊，台湾平安，世界和平啊，提供祝福，予咱新竹地区家家户户平安，予咱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，大家福慧增长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家庭幸福和谐甲光明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啊，台湾是啊，第一代开山主持圆通禅师。辛辛苦苦对有到我一卡步一卡印，把百番事建设起来，这是天公赐福予咱的一力量，天公赐福予咱的一福报。所以今日进入一年，虎年，也是咱圆通禅师伊个本命一年。咱有今日遮尼好个道场，直接来修行。学道，啊，首先咱各位同修，大家爱感恩，咱绝对袂使你讲，第一代的主持，伊放下了以后，啊，咱就袂团结。啊，咱就个人行个人的路，这是唔对去。天公永远是天公要地咧，王禅老祖永远是咱的师尊，啊，药师佛永远是咱的指导灵。天公是咱每个人心灵生命的源头，所以咱就爱有这个愿力。啊，第一代的开山祖主持圆通禅师回去啊，
咱动手爱搁较努力，搁较团结，来甲大凡事，来甲管理好，好甲在咱有原条法师。啊，老祖提升伊起来做主持，来管理百番事的事务，甲天命发布灾情。啊，我希望咱所有贤子长修，啊，咱只做主将。咱就爱尽心、尽心来扶持，咱个扶持越多，是伫扶持咱个良心。若是咱唔知影好修行，咱个良心就判唔见呀，人生就无价值。好，这点呢，大家爱。注意，啊！好佳哉，阮了法师，啊！伊起以后，大力的整顿，大力用心的管理，啊！咱大凡事已经渐渐搁进步啊！啊！希望各位同修啊，珍惜啊！咱在有生之年，咱若有较好的修行的道场，咱会使去修行接法；若无搁较好诶，咱原来现有的道场立足点。咱阿顾好，迄个把握当下的立足点啊！所以今年虎年虎啸天威，这个虎伫深山哪来？啊，咱爱方法立身，爱行出去，甲法传出去，妙法传出去。啊，山下、山外，十方大众，会当来接这个法，结果和和平安。咱修行，咱就无必行呀。啊，所以今日欣桐啊，人民尼。啊，虎年是圆通上师的本命年，咱也希望各位同修，大家认识清楚。啊，当然在修行的路途中间，会拄到真多的磨磨撞撞。是是非非的谣言，拢会在身躯边互恁听。啊，咱心头若无定，咱就曲曲撞，四处走。啊，走到尾啊，还是零。咱的人生，咱就足无彩的啊。所以今日天公出巡。啊，老祖爱我甲各位勉励，以上只提醒各位，大家好好修，这点宝地，啊是咱成就的地点。
成就的点。未来的法务有啊，元朝法师是教育世家出身，我希望元朝法师啊，搁较用心来带领咱所有的贤士同修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安尼咱大凡师伫遮修行诶，咱一定有大成就。咱现在啊，就请阮了法师来甲各位勉励，甲各位祝福。好，我们敬爱的师父啊，以及各位贤士同修啊，我们圆安法师，各位贤士同修，大家早，阿弥陀佛。今仔日足感谢啊，咱师尊甲咱的师父，给我这个机会啊，同时嘛要来感谢咱的开山做圆通禅师啊，伊辛苦啊建设起来啊，师父支持我，甲这搭甲接起来，我一定会来承担起来，不但把它承担。还会继续把它发扬光大，请各位贤士同修继续给我护持，谢谢。再来，今仔日是师父代表咱的师尊王禅老祖正式坐天宫灵，伊是以及咱开天九大菩萨出巡，带予咱全国全民。的平安，从今日开始，早起你甲看，咱的天气就是出日，过来乌阴沙甘露，这是不是天公出巡带领着咱，予咱予祝福，予咱风调雨顺，对不对？风调雨顺以外，嘛是要祝福各位啊，所有的贤士同修，大家。今年拢平安顺利啊、哦！最后还是爱感谢师父啊，甲天公啊，继续甲咱祝福加持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咱的中港道场主持圆圆法师啊，教会。现在呢，请伊甲各位面的开始。啊，首先哦，感谢师尊王禅老祖师父哦啊，祝福咧，我国家赚三年啊，是吧？我赚三年啊。啊，1907年吼，我调岗到场。主持啊，我自早身体都无好啊，吼！啊，1907年也都不良发生，啊去病院嘞，所以唔知是家己的业障到位，也是病院过了无好煞，血积水，啊去查讲查十几天，所以为了争一口气吼，搭门诊的吼，搭耐十外天，啊输了吼，啊个多做自闭，啊我中港道场的。现在的主任严普法师已经给他送到法庭里，已经送到病院去，才能够再赚三年。要、哦、这感谢我们太太，我、哦、们太太这样教过，国家他身体都起去了。因为身体无法度承担、啊、所以后生接我两个。起来，因为阮太太身体也无好啊。啊，来遮，阮太太咧吼，伊即摆新竹台大有一个团队咧甲治疗，爱做复健吼，啊，所以都无等于中港吼，爱遮吼，
啊，烟草法师我真疼痛，讲惊我无伴啦，惊我无聊，啊就啊请我啊，若有闲起来吃，甲大家见面，啊谢谢吼，啊谢谢大家各位诶爱国吼，啊拢真关心，都加甲大头拢关心我，谢谢各位吼，啊咱啊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啊健康道场吼，也未去啦吼。啊，若要起建的时候，要重建的时候，请各请各位大家扶持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各位，咱新年呢，啊，福人生大运吼，啊，大家照师傅的，拄则讲的依教奉行，师傅若教咱，教大人做啥，咱大家就做，一定天公会疼我人，会保护咱台湾平安，世界和平太平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咱延南法师是咱第一届的，啊，他也修道、学道还比我早，哈哈，只是我的大头较重，我迄个天命的因缘，啊，所以咱同齐来行这条路。中江道场是咱台湾五谷丰登的根源。中江道场有一点地道，通往地球196国的国家，迄个农业啊。烟灰乱动，自然来到中江道场。现在老祖坐后壁，遐一个洞，迄个洞呢是通到左路版权，迄个洞啊，所以。延南法师，伊个慈悲去打一大打，无打嘛袂杀你嘛，爱打又阁真忝，所以老祖发天意，啊，即几年来请好一请休困者，但是啊，这个版权甲中港。这条通道，烟灰乱动的通道，继续发轮，继续在拍。啊，这有一个天机存在。所以，大家都讲哦，我五谷丰登，对，迄个物件真好食。这拢是老祖师尊神农炎帝，啊，伊个大慈大悲，伊个天威啊！啊，中江道场，几下届我想要建设，唔欢喜，去了我会甲迄东风雕的，风雕的这条。多地多，天多甲地多，啊，都要封掉去啊！啊，所以只迟迟到即摆也未去。甲咱大凡事啊，这点苦水莲花，这个很，离过只远。啊，看了这个很的时。花开点开，佛光万灯，通往西方三千大千世界。慢慢慢慢慢，二十多年，啊，才去，啊，去好，我大弟子。我能想说
啊，一天命就够啊，放下了，走了，歇心，就走啊。啊，留下就无惊。啊，这嘛对咧修行，我希望无惊嘛爱好下修，爱有道心。来修继续把这法轮，佮继续佮放落去。啊，无惊，惊惊顺顺拢要有咧。啊，咱嘛希望啊，上主、运动啊，伊把这个大头放落以后，这无惊。嘛是爱继续个配合着圆调法师，甲所有同修，大家共同来捧这个法轮，安尼来，祖德流芳，千秋万世。啊，所以各位同修，恁当下只修行，祖师纪念馆，一定爱去修。点香、上香，唔好讲哎呦，迄种音咩，这唔对起啊！啊，心念三只音，三只阳，所以我在咱老祖上开始开机的所在门口，啊，就伫。对人和大家的勉励各位，心存邪僻，任你烧香无点益；心存邪僻，任尔烧香无点益啦。心浮静呆，见我无败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又何况呢？啊，这就是在事先在提醒来这修行的弟子，啊，恁爱迄句话好好去领悟，安尼来，大家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一定会成就的。听有无？有。好了，我心里的话啊，要老子做啊！我若要总讲落吼，你来抓到了的。不会哦，不会我还是留着比较好啦。哦、啊，家里去我家里修好啊修，这两个心存邪僻，任尔烧香。五点一，身负正大，见我不败有何妨？老祖的大慈大悲大爱，我希望咱所有弟子，把这句时时刻刻心内，啊，恁就是老祖的化身啊，啊，师尊的化身。嘛，天公的化身，再加天公赐福，来到大梵寺，赐福给咱，现世同修，家家户户，啊，发来，啊，所有的三界万灵，灵有所归，好、啊。啊，那么每个人传一点天机，咱延朝法师爱听好，这回疫情真严重，
看起来无啥，迄是潜伏性的疫情。所以早起，我去中立道场，落座圣师，先去机场，把遐的天温刷新，接返来落座的座客，甲因加持灌顶，啊，都会当改弯膝盖。要怎加持灌顶呢？先点九重香，把你插九宫格的行中一支九重，吼、哦，九支香哦，吼、哦，插着前后左右啊，插九重中一重，九宫，迄个是请九大菩萨。公干，咱道场下来，啊，咱然后一天三个时段，早时、午时、酉时，这三个时，咱爱上天道经、天德经，啊，安尼会当。仰仗到天公，把这瘟神受祭，把因受祭，这等于就是因的头壳顶登高点的受祭，啊，因就当回到等于南天净土啊，啊，南天净土，所以今日开天九大菩萨。阿公共到位，接应大凡寺附近发来这瘟神，接应等于南天净土等于。啊，那么咱央视的人，尤其咱修行道场的贤师，咱不是道师，贤师。早时九重香，中昼时九重香，暗时九重香，啊！你甲插伫天公炉，大炉免插，天公炉，哦，天公炉就是十方十迄三界万灵诶，共供养诶，咱安尼做，恁就功德无量啊啦！朋友哦，好好好，我把这个禅机密传给各位，有收到无？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足恭喜的。啊，王禅老祖道教慈航，见道场，纳贤。所以王禅老祖在短短四十年，在台湾成立了四十八处的道场，尤其两大教育体系，啊，一个是中华民国念正部。所核准的维新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的教育体制，
在去年二月一号，由教育部所核准的维新正教学院两大教育体系，这两个教育体系啊，即是学术成就宗教，宗教包容学术，这样才是完整的教育体制。在我们维新正教都具足了，这是王禅老祖他开天九大菩萨。开天九大菩萨其中一位是哪一位呢？是药师佛，也一起在闰去年7月23、24日啊，开启蓝天圣门，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。在开天九大菩萨，在今年春节就开始了，要一起提供出损啊，到各道堂安住啊，地方的平安，台湾平安，地球平安呐、啊，这是天机密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不留言不留无忌，开天九大菩萨在我们全国48处道场都会走到，都会安住，我们共同来祈祷开天九大菩萨护佑台湾平安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啊，这是千年万里也说也说不完，只有自己去体会。啊，我们所修行的道场一定要有龙穴，有龙穴。啊，你在这里修行，我们的灵性啊才会有所依归。尤其我们家家户户的祖灵，也就有所依归。所以道场就是要有龙穴。要寻龙点穴，我所看所经过的人生历程啊，除了三位大师以外，一位是唐正一大师，一位是李始玉大师，一位是邱志堂大师，三位大师才能将这个龙穴点得正正当中。龙穴住家住不住的，道场才能安住，集合大家的福报的道场，是最高境界的建筑物。
那么今天大凡寺维新圣殿药师佛所做的这个点就浮水莲花的大宝地，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回来除了上课以外，有时间在这里可以打坐。今天开始我们再多打坐，在这里静下心来，让你的灵性、心灵、心与灵、身心灵的灵性与这个龙穴融合为一，那各位的智慧你就会渐渐的开启。有的同学说，师父啊，我记不起来，而这样你就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，可以记起来了啦。躺油哦，再要保护一个龙穴必须要花很多钱呢。老祖跟我说，你要护起保护龙穴，开始我是让我听下得劲的呢，很骄傲的说，王禅老祖叫我要保护龙穴，一段时间我说发现不对，要保护龙穴要花钱啊，盖道场啊，盖道场接下去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智慧力，哇，那个没完没了哎！但是做了做了，要安怎？还是要一以贯之啊！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大凡寺的同学们，泄露这个天机，听你懂吗？好，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世新处处长严平法师，好，维新圣教禅机山千佛寺丰源道场住持严平法师及夫人，啊，及各位在座的法师、讲师，及所有深圳人人同修、维新贤士福会众等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啊，今日今时是壬寅年。天空出笋，在全台湾各分寺道场似乎给我们啊，各分寺道场辖内家家户户大家平安，啊，尤其今天，啊，我们已经巡回到台中县，现在是台中市丰源区丰源道场，啊，各位同修。一大早来这里相互的拜候，相互的祝福，啊，都是很好的开始。丰源道场
虽然立基只有一年整整，在庚子年武汉会演，如火如荼，风声鹤唳啊，维新正教，维新贤士同修，何惠众等努力的诵天德经，来回向，来作为解冤释结、消灾化解的功德本。所以我在到达我们所诵经的布施2588万部的功德本的时候，啊，王禅老祖甚至封言道场要成立了，要落成了，就在4月4号，啊，正午时。然后在庚子年的4月4号的正午时，王禅老祖圣寺江山宝寺那个金龙吉祥殿国邦这个龙珠归回三宝寺，在三宝寺的大殿维新正殿，三宝佛坐下，啊，建设了一座庙中庙，这个龙珠是庙中庙的镇寺之宝。所以在选在4月4号正午时12分，把这个龙珠啊加上啊，在仙佛寺天坛深坛啊祈福大法会。啊，加持灌顶这一颗龙珠，物归原主，这三宝寺的金龙，吉祥定国邦。所以叫依照老祖开示的，物归原主，盖了一座庙中庙。来安置这龙珠，这疫情可以停止下来，而且要在封岩道场，也是4月正午时，同时落成。安三宝寺啊，龙之物归原主之后，我们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终于台湾平安了，疫情安顿下来，这里面藏着无限的天机密，这都是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的福报和祈福。所以台湾疫情平息了，武汉肺炎平息了，接着视线在地球上的
就是台湾的地位在国际上受到肯定。原来台湾人民在国际不受肯定，这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，台湾政府的努力将这个疫情解严治节，化解干戈习战争，安定了台湾的地位，我还很高兴，天人很高兴，天公也很欣慰的。啊，维新圣教有这么大的信心和慈悲心和慈悲愿，送了2588万部的天德经来供养给瘟神啊，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证道，要解严释节，必须要以精宝修行的功德力，集合功德来做解严释节，台湾会平安，家家户户会平安，人人会平安。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。